can manipulate light energy. And you... I could totally show you. No! No! Not again! 惊奇队长2昨天释出首播预告，受外界瞩目的南韩演员朴智俊在电影中饰演外星球王子的造型也终于亮相。虽然仅出现短短一秒，但已经引发粉丝热烈讨论。网友们对朴智俊的发型惊讶直呼：“这造型是怎么回事？”也有不少网友发现朴智俊的造型与古装剧《花郎》非常相像。还有人笑喊有点像洛基与极地师傅，尽管造型的评价不一，但还是有人平反。而在原著故事中，朴智俊饰演的角色是音乐星球的王子，不透过对话，而是以唱歌的方式进行交流。电影《惊奇队长2》预计将在11月在台上映。